Q&A，你去吧，会长。那请问您叫做什么？刚刚那个12月是在要在哪里举行？因为我有做一批那个捐助来以方面的那个原住民小朋友台东方面，所以我很想知道那个信息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到三个问题哈，再两个哈，哎。请问那个原住民是哪一族的？好，谢谢。是刚刚的那些原住民是哪一族的？好，那再一个问题哈。我看那个这个第一个哈，第一个原住民和第二个关系，但是我住高雄，我那个赤坎无了这边只吼。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咧钓鱼啊，我咧迄个渔民哦，咧钓鱼，迄白啊是冰啊，哦冰啊，即摆只用塑胶环嘛，所以用塑胶做的嘛，所以冰啊吼，伫台湾文化来讲，应该是有扮演出大的角色。所以我伫我迄个伫高雄吼，诶，我迄是夜市节啊吼，夜市节在吼内仑啊、龙岩这边只吼，诶，拢冰啊。哦，顶啊足济，所以说顶啊的建筑，顶啊吼，含台湾吼的建筑有超多关系。我想我会有这方面吼的研究，尤其这个刘教授，你讲你读森林系的嘛，哦，这应该是哦，会当做真大的迄落的研究安尼啦吼。哦，这个我已经看到，到这个顶啊吼，唔是干做船啊尔，基础哦，做路。做迄个做桥，咱人即个文化含地甲拢真无关系，谢谢。啊，那我们就请那个刘教授来回答。喂 ，OK， 那个水缸缸嘛，青蛙姐，那我是这样啊，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走？这是我一大很困扰，我跟董事长也很办报告的时候。跟你讲，我很难得把这个进度写到这样。好，喂，感谢哦。那个进度哦，写这样，我干嘛讲已经有淡薄啊较超过啊？那时间点定出来哦，但是我无法度要报告，我嘛是爱安尼，啊，那种足侪妥协，跟原住民做代志足侪妥协。哎，什么时间做什么，所以都唔敢讲到足细，哦，因为而且被放鸽子啦，掉。哦，所以讲我讲迄玉期约啊，安尼吼，就是讲差着十二月吼，我们预约十二月吼，迄个时阵安尼感觉安尼吼，东北季风起风时，吼，哈哈哈，嘿，我是预定伫迄个伫台东遮吼，啊伫马兰吼，迄老诶迄带叫马兰之子哈，大马兰号吼，啊从这里用黑潮吼，因为东北季风。从北往南，我顺着黑潮往北，吼，啊，到都里，啊，请个都里来接棒，吼，啊，过来从都里黑潮往北，吼，然后到嘉南这边，再分别借这个东北季风跟这个涨退潮的海洋的力量来往南走。啊，这个过程的时间呢，我是希望讲，我差到十二月时阵会使，啊，我十二月预计的时阵预定吼，要从高雄海洋收工。较早了中山教授吼，伊就讲，即、這个高雄要变成海洋首都，啊，今年吼、已经完成啊吼，啊，所以伊就讲当遐办一个吼，即个高雄吼，啊，讲即个论坛，今年去年是伫遮办的，哦，啊，是今年又伫遐办，啊，我即个办这个活动啊，甲高雄各个社区大学连接，我讲谈产无搞不要紧，吼、哦。如果做好吼，啊，就西甲罗东，啊，罗东的社区大学就帮咱合作，因就去甲咱招待安尼吼，落地招待。啊，我嘛希望讲因找一寡耆老来，哦，咧耆老吼，你讲伊咧，像讲头拄啊，咱这个燕巢这边的朋友应该知影啊，因可能咧佫有韩国，因知影海流啊、海风要安怎掌握啊。啊，希望讲我叫做台湾这社区大学会通吼，叫做在地海洋学开学典礼啊，吼、哦。那、啊、是不是各社区大学都开始来恢复咱各贵体的海洋文化？哦，啊，这第二个文化就是咱特别，因为咱
唔是干那原住民这边有啦，西部拢有啊。我头拄仔讲，家庭啊，哦，嘛有啊，哦啊，澎湖啊，垦丁，遮拢有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这个文化，咱使较对，咱就找讲遐个人，尤其一寡老伙仔，哦，会用邀请来，来跟咱做对话，啊，甲这个当地的海洋文化吼记录起来，哦，这是一个，这时间点吼就记录啊。啊，我伫迄个海洋台湾教基金会会公布，啊，嘛会甲民主有回社吼，啊，台湾社会定。伊嘛讲台湾社会用做伙来办啦吼，恁社长伫遮，若愿意吼，我嘛我空间，阮董事长伫遮，应该嘛会接受啦吼，大家做伙来办安尼吼，因为阮董事长嘛做有台湾心的吼，嘛是这方面做不错咱过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大多啊讲啥物作啊之类啦吼，我是其实啊，方便我来工作啦，啊其实迄作吼是虚构的，你知无吼？大多那个医生相同。无讲较迄个，迄拢是正正过个吼，日本人虚拟个啦吼，啊，中国人甲伊当作哦阿美族哦，阿美族虚拟个，哎、那个族群是自我认同啦，啊，但是咱即摆讲是讲的是阿美族安尼吼，啊，哪一天吼、哦、阿美族又分成很多族，哦，就像以前周族又分成好多族，啊，卢凯族嘛对分哦，哦，即摆就是讲迄个认同论，台湾族。大民族在那落了，后摆这对原住民可能也会有影响吼，改变他们对族群的概念吼。啊，因即摆这是东海岸，这是阿美族，因东海岸的阿美族的语言拢会通吼。啊，后尾呢，我底下这个部分吼，这底下是咱咱较早讲的，咱那种霸占文化、底下厝的文化、筷子文化吼，咱跟底下有关的。啊，搁一个改变能力很大，就是喘的文化。哦，啊，这是看我感觉讲看很忽略掉的哦。啊，台湾刚刚好是呢，这个族繁传文化哦，幸存的哦，那最发达的地方，所以咱有法度全台湾那个写一点哦，啊，画一寡吼，遐较早吼无读册，我讲我无读册上好哦，无读册上地心哦，上经验哦。哎，较早无读册，啊，人伫遐掠鱼啊、捕鱼啊，吼，啊，因足知影讲，啊，淡水河，要伫迄个北里遐，吼，安尼航到放假，吼，要到新庄，遐我相信，即摆还可能真侪人会知影，八十几岁你甲问者，哎，使你甲我讲一下，因为我嘛足想要讲吼，来航到淡水的时阵，海水咱就爱算这个海风海流，看到航到咧内底出入来，吼，啊，这是讲台湾的地位嘛。哦，较早咱拢改，哦，咱拢一定爱一个迄个外国的，迄有迄个演算式的迄个知识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、這个头发链个诶航海吼、哦，祖先留下几千诶，迄种武士知识都把它丢掉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我社区大学的精神就是讲，我这在地知识较重要啊，而且它要流失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若有兴趣，吼、哦，咱两大家做伙来办，做伙吼，甲即、這个咱台湾海洋文化吼。哦不管是什么客家、闽南、吼原住民、吼，我拢甲伊建构起来安尼吼。以上唔再各大家什么意见？刚才咱刘老师讲的迄、那个，凹出个就是 double 凹出个，迄个船啊，边啊，迄个咩？迄个环的切，迄个船，吼、哦、套出来，迄是足重要，就是。有，因为大海内面吼，迄浪足大，一定要有边仔迄两个吼，船才袂倒手平，正平平平，迄叫做舷外浮木，中文是安尼讲。啊，凹这个，啊，这个物件我嘛伫所罗门大会，啊，去人问，我参一个马来西亚省长吼，比赛讲我开车爱开船，结果比较警告，但是唔是用真。古早物件，我咧用迄个三十八，迄个，反正就是小，迄、那个小艇就是啊。但是因的文化吼，伫遐我的观察，嘛是拢无现代化，所小片拢无去啊。嘿，以上啊，我想讲，这可能爱去找咱个较大年岁指导，去回想，去想，嗯。是现实世界中已经可能拢看无啊，以上。
那阮第一个接问就是讲，我有法度用原住民的服装做台湾的国服的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即摆原住民的语言拢消失啊，所以有法度，恁有法度做开吼，就说原住民的课吼，来互咱大家来保持这文化，是讲一撮人吼，可以讲即摆因为台湾有即个台语的定义，毋是甲讲好多话，连毛片甲原住民话，啊，所以一撮袂晓讲，甲人讲袂晓讲好多话啦，有法度讲吼，用这台语是讲大家有法度。要用原住民的话沟通哦。你讲这文化哦，应该有人在讲这些，既认识的文化，啊，第二个叫创新的文化哈。大家做了这，那其中一部分怎么讲的汉语文化，或是讲咱是不是有较，你是不是有较具体讲去认识？啊，即摆你要讲，你拄要介绍是原住民，啊，你拄要讲平埔，啊，其他咱这台湾这民族哦，我想应该也是有出海洋，那是海洋多哦。应该是文化的情节，能够看，从较侪认识啊，认识。啊，另外，干是讲创新，是不是讲，比如讲，咱创新文化，你即卖全体讲咧从迄个去啊串联吼，啊是咱是进一步哩，比如多少讲咧，咱就去起老，啊，咱另外是讲一个少年家成熟，看少年家培养的趣味吼，什么做成一个文化自由啥物件，啊这啊推，啊这个靠我传承吼，靠我个传。而且是电力，听到了，多谢。以下所在的建议哈，啊，有关于这个，老人家哈，伊个有法度去用这个，啊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我迄当时伫做船啊，2003年的时阵，也要做的啦吼，上起码嘛还有65岁啊。哦，迄当时啊，2003年，啊，即马这个人，这个人哦。80岁啊，哎，啊，所以讲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台湾的发展有关系，莫大开始使用嘛，吼，啊，甲塑胶的咧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即卖，但是咱即卖人吼，算啊，咱台湾啊，算啊，高龄化吼，所以讲，有一挂人80几岁、90几岁还足健康，吼，所以我相信找到这人，吼，啊，希望讲呢，恁若熟悉这个。是大，像咱淡水湖，伊就一寡靠遮伫讨食吼。啊，即个吼，我来办即个活动，啊，对即个台湾社吼，啊，来甲伊啊，认识了后吼，啊，是毋是有邀请来？啊，我希望呢，我嘛甲鹿鸣酒店讲吼，啊，请伊遮老伙仔先来台东一转，吼，我先甲伊访问了，吼，互伊大家讨论啊，讨论要安怎航海，吼，阮航到底要安怎注意啥物？哦，恁每一个所在有按注意的所在，有暗礁啦，啊，有迄种啥物漩涡创啥，要注意吼。啊，有一挂人介绍阮，吼，啊，阮先邀请来做访问了，阮才开始进来吼。但在11月访问完，吼，啊，我们12月若要航海时阵，吼，嘛增加安全感，加一个效率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有关于这个语言的流失的部分，吼，其实咱蔡英文总统吼讲起来，吼，伊有一挂进展，吼，就是语言化的部分。即摆有请170几个原住民朋友，吼，包括甘做做帆船这个，伊即摆变专职主语老师，所以呢，伊无法度甘做这个，伊即摆变主语老师，无法度甘做这个帆船，所以我给你专心甲独立，吼，啊，下呢一挂少年仔来接安尼。啊，其实就是伊嘛去做专职的主语老师，一看到变170几个人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台湾地方住民人权方面，咱对土地、对自然资源这块地，咱吼还无共尊重传统领域。咱的蔡英文共道歉，共尊重传统，讲要实践原住民权利宣言，但是咱的行政院无安尼做，所以呢，连人搁咧抗争。哦，啊，其实呢做是真好。好，所以我请写文章，我伫。苹果日报写这个文章的写吼，哦，咱来尊重原住民的人权，哦，啊，实践了对原住民好，对咱大社会也好，但是咱大社会可能一挂人，请误解原住民啊，传统领域啦，吼，开始啊，咱台湾人要待对，其实咱其他国家也无安怎，对无，啊，无迄代志啦，哦，哦，那个，但是有很多误解还有待厘清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讲呢。这个物件吼，嘛有以后会用创新吼。咱像讲迄个帆船，那个冲浪的话都变成现代运动。啊，咱这个船啊，咱先把这个文化根基打好了后，咱用咱台湾文化的元素开始迄、那个啊为底，
也许吼，咱台湾的设计率也落来，吼，啊，运动休闲也落来，吼，哎，哪一天五年、十年后，转变成咱台湾特殊的这个海洋运动休闲，你嘛无一定嘛，吼。啊，甚至呢，咱若讲一个较迄个吼，咱台湾敢一定爱伫台湾行尔？咱敢袂用行伫巴丹岛？咱用甲这个国家用连做伙无？咱甲伊，咱透过航海接力吼，哎，我感觉讲这嘛是后摆嘛是一种产业啦，吼。即我感觉有一个可能性安尼吼，啊，同尾咧，我是讲阮董事长吼，林理财伫遮是毋是？伊用一寡车要送这个阮北咱台湾社的社长啦吼，是毋是董事长你来送较紧代表性啊？诶，咱吼，因为今仔阮是分车吼，所以即份吼，啊，大家我会以后甲补送大家吼。啊，另外呢，阮今年吼有一个论坛吼，就是即个十二月吼。一定十二月的二月伫高雄吼办这个海洋国家永续发展论坛啊，想感谢林理财董事长，吼、哦，谢谢。这个咱国家这个陈医生教授，是这需要结尾者吼，啊，尾啊才转啊变做基金会转这个北社文化交流仪式。对咱老朋友，提醒的问题真好啦，就是讲。原住民的部分哦，因为即摆才领啊就是，啊，但是咱知影过去的历史，台湾是原住民的台湾哦，啊，咱知影为什么郑成功啦，为对什么时阵一直陆续来移入的遮个吼，本来是 minority， 后来变 majority 了啊，咱即摆大多数的多数啊，但是因为原籍的这个台湾味的原住民的文化。确实是不可磨灭啊，所以咱啊无论对外咱新闻局，还是讲咱的国家形象，还是飞机场，而且你看总是呢用这个原住民的图像来象征台湾吼，是上个特色的咱啊。哎，不过只是那样，安尼咪敢若不足嘛吼，因为敢若你讲用迄个符号尔，实际上还佫活在这个岛上的。原住民吼，因的生活，因的需要，是变呐，伫咱目前的这个政治生活内底，以法律制度内底有这个落实吼，这开始是真大的挑战。就北社来讲吼，当然特别啊，你讲台湾文化节的规划一定是原住民的节目。前几天那个文化日晚会的时阵吼，我们也是请那个原住民的小朋友来表演哦，每一年哦，都真需要用这个是上个简单凸显那个台湾特色啦。不过吼，来讲那个认识，未来在创新这个有影吼，你若根本都无认识，啊，是要怎创新吼？咱其实做这代志，拢还阁无认识啦。尤其这年轻世代，你讲大学生吼，一年一年一直入来一直毕业吼，啊，你要安那？新的世代让认识嘛，不是讲认识原住民文化的，认识台湾自己的重要的主流的历史文化都不认识，这真严重了吼。哎，若讲过去的认识，甲现出世的这个现状的分析，这个需要一寡较客观的研究啊，像比如讲，这个新住民到底伫台湾目前，咱下晡有这越南的专家啦吼，蒋维文教授。其实拢是需要科学的个认识啦，哦，拢总有包括偌济啊，因的母语啊，是讲因伫只结婚了后生落来第二代是遭遇着啥物状况，因的认同有啥物改变？因为阮查某囝吼是即个东海大学社会系，后来读台大社会所，因有伊毋写这个论文，但是因在学习的过程内底，因在做一种田野。你爱去访问讲啊，恁的社区内底吼有几个外配，啊，陆配甲外配有啥物无共款？啊，因结婚了，因的认同、因的投票有啥物差别？
吼，迄足严重诶，迄足重诶问题，嘿。啊，即问题若无研究，即就是即摆咱诶迄个四大族群是过去建构起来嘛，吼。啊，你即摆开始新住民，新移民即摆遮诶问题，咱是毋是有够认识，有够分析吼？即嘛是咱目前要作为一个台湾民族，是台湾国家吼，新诶课题啦，吼。我是用安尼补充，谢谢。大家，咱这个文化吼，台语言的这个，咱现在起码有咱对台湾新总统的郑丽君部长吼，伊在推行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啦，吼啊，这个吼一个月文化季的，吼咱这个文化台湾文化，吼比如说谈谈岛屿系啊，那些啊有些闽南啊，各之类吼，咱嘛有这个蓝卫水基金会啦，那奈何啦吼。从中山镇庄老人家的大家做伙在拍拼安尼吼，安尼教育部嘛在扩张这个社区，吼咱这个社会当扭转咱这个个教育和这个对，吼啊，咱对这个社啥物讲，吼母语来跟咧做教，吼一关一字的文咱一定爱甲来做来做，吼啊下晡咱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吼，啊公投这嘛是很重要，吼啊所以咧，也多谢大家吼，啊多谢托。那我们多谢陈医生教授，当然就是我们教授哈。好，那台湾大医院哈，创业好啊哈，我们来继续来关心国家的代志，台湾的代志，哦，啊，那就对，请多谢大家哈，来，咱这文化哦，共同来推动，共同来努力，哦，来，感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多谢这张咱这个安尼看吼，来看这个台湾海洋文化这成果吼，啊，再度感谢。好，咱补充介绍，咱有几个朋友吼，咱啊，前客谢谢张宇教授，张宇教授，咱刘校长啊，刘校长吼，另外咱这个动动脑的发声人吼，咱来吴俊生社长带来分享，多谢。哦，咱用餐好不好？哦，就是用餐啊。那个便当看怎么处理了。咱即马开始用餐哈，啊，差不多12:30哈，我们会供应这个点心，就是应该是茶点啦，茶点还有咖啡。啊，我们下午1点好不好？尽量不要离开了。一点的时阵哈，我们在这边哈，就进行下午论坛哈，或者下。哦，我们这样，尽量在里面好不好？完之后再上厕所好不好？先叫这个瘦的跟不瘦的啦，瘦的先来一下瘦的，好，就在这就地吃饭好不好？